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由葡萄牙里斯本国际佛光协会所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现场。下面由佛光宝宝和佛光少年呈现给大家的佛陀的一生，不用花太多时间。首先出场的是来自迦毗罗卫国的摩耶夫人，陪同他出场的有四位侍婢。其实摩耶夫人已经怀胎十月，准备回娘家为净饭王生个太子了。咦，好像快生了。请大家给掌声欢迎悉达多太子。接下来出场的是老人、病人还有死人。同时间出场的是悉达多太子，今年16，陪同太子出场的是他的随从春丽。太子就在出巡时看到这三人而得知世间有三种苦是我们逃避不过的，不如听听他们怎么说。这个人的头发全都花白，没有牙齿又驼背，走路的时候还在抖呢。太子，他是个老年人，年纪大走路就会抖，不论男女，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年老的一天。那他又是什么人？为什么他全身发肿还不停地呻吟喘气？看他的样子好辛苦。太子，他是个病人，我们每个人都会生病的呀。为什么有人睡倒在路旁一动都不动呀？太子，他是个死人，已经没有呼吸没有生命的了，每样有生命的都会死亡，这是大家共同的命运。意思说我和我父母一家，包括家里的猫猫还有狗狗，将来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啦。看来想解脱唯有修行。接下来出场的是已经出家的悉达多太子。咦，为什么瘦了那么多？因为这6年来他只食一麻一麦修苦行，结果明白到这只是肉体上的受苦，并不是达到解脱的正确方法。哦，那么太子应该改用另外一个方法。所以他洗干净身上所有的污垢，食了乳粥补充体力后，再到菩提树下静坐并发愿：我若不能了脱生死，到达正觉涅槃之境，将誓不离此座。好了，时间没太多，我们在太子静坐的时候要介绍几位人物，这些人有可能影响到太子的修行。修行没那么容易，让我用这只庞大的魔君骚扰你。咦，我这只无翼弩箭怎么对你起不了作用呢？魔王，不如我们放毒蛇马瑟来吓走他吧。九缘劫来，我就供养了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所累积的福德智慧，岂容你这魔王所摧毁？太
太子，我知错了，你原谅我吧，我愿意一直守护你的修行。不，我就不相信你那么坚定，让我出黄牌，派出魔女又美胜来诱惑你。请大家给掌声欢迎五位魔女。最美的佛陀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美女一排排，请你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寂寞的佛陀的悲哀说出来，所迷惑，散去。降服恶魔之后的太子，意志更加坚定，心中更加平静，深入在三昧禅定境界中，已达到无念无想的领域。就在这个夜晚，太子夜鼓鸣心，征得无上正等正觉。奇哉，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我现已证得正等正觉，我要去广度众生，使众生离苦得乐。